1929年画了一张台北李春生纪念馆的作品，入选了第三回的台展。这一件作品在台展里面的名称叫做李通，就是后巷的意思，就是后面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其实就是石川青一郎非常喜欢的，在迪化街永乐町附近的那个一个小运河吧，或者是说小水沟。那很多的石川青一郎的学生们呢，都在这边跟着老师写生过，包括你蒋怀自己也在这个场景画了很多的风景。从正面看，从背面看，而且更有趣的是他的同学们，比如说陈英生，他其实也画了这个 景色，只是陈英生也是在这一年入选的台展第三回台展的作品呢，也是叫做李巷的这一种后街这样的意思的作品呢，他没有把水沟画出来，可是把水沟旁边的那个围墙跟建筑物画出来，所以几乎可以确定1929年这个地方是他们聚集的一个重要的写生的地方。然后他们也用这些作品呢，去参加了很多的展览会，特别是台展竟然就是 用这样同样的场景有入选了。那为什么要特别讲1929年这一件作品呢？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1929年就是你蒋怀在大道城蓬莱阁对面设立了台湾绘画研究所的那一年，因为7月1号就开始设立啊，那所以有一些学生呢就是有来了。那我们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收藏品哦，其实有一件张万传，也就是他的学生，就是在这个研究所练习的这个学生呢，他有一件作品啊，他的题目叫做风景，因为家人不知道那是哪里。那我们当年去张万传的家里面拿到这件作品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印象里面已经存在着你蒋怀的这一件李春生纪念馆的作品，所以当我看到张万传的这一个叫做年代不详然后品名不详的风景几乎是画同一个场景，真的是太兴奋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师生传承的一个过程。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因为没有纪年，不确定它是哪一年的所作，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一定是这一个大道城附近，而且一定跟1929年到1931年之间的台湾绘画研究所相关的一件作品。那这一件作品很有趣的呢，就是把李春生住家附近的那一个地貌，就是它是在台北城呢非常早的就是开放给外国人进驻的一个区域，就沿着淡水河，然后也是沿着迪化街，那所以它是之前也是洋行遍布的地方，然后就经营茶叶啊、布啊，很多很繁华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虽然有思古幽情的感觉，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在当年是非常的繁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张呢，是1930年的台北郊外。那其实它所在的位置哦，其实就是在现在的台大农学院附近哦，往总统府啊，或者是观音山、大屯山，还有圆山的方向看过去的那一个非常绵长的一件作品哦。那这一件作品呢，是参加了1932年的日本水彩画会，就是第19届的一个展览哦，所以其实也是送到日本参展过的作品。那也是我认为在你蒋怀的作品里面呢，他的整个距离感推移的最远的一件作品哦，它整个的空间涵盖从台大这一边哦，古亭这一边，一直已经看到观音山跟大屯山了，距离是非常远的。那其实很有趣，它也是非常老实的把
他所看到的这个景色巨细靡遗的画出来，虽然画幅不大，只有46×60公分这么大，可是它包含的整个的景色是非常深远的哦。那这样的一个深远的景色，就是跟石川清一郎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他从近景、中景、远景都照顾到了哦。那其实很有趣的，如果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台北城市的制高点，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山景。我们几乎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大屯山跟观音山，就是台北非常重要的地貌。还有这一个作品呢，其实它寄予非常深厚的感情，一切的画面都在阳光温暖祥和的一个光线之下，因为这是它的主厝所在地，好，就是从它的主厝看出去，所以整个画面是非常的温暖，而且充满了宁静悠远的感觉。